第13案巡队司法小队利用秋节前加强辖区内侦缉工作。30号的下午6点多呢，在太麻里曙光公园发现一名可疑的外籍人士。经询问查证之后，确认是一名印尼籍的签证逾期滞台劳工。在讯问之后呢，是由台东专勤队收容，并且进行后续处置。海巡队的队员将逾期滞留的外籍劳工带上巡防车，准备将他移交台东专勤队。30日晚间6点多左右，海巡人员在沿海地区实施加强查缉工作时，在太麻里的曙光公园发现了一名外籍人士，行迹可疑。上前盘查时，该名外籍人士竟然心虚逃跑，立刻遭到海巡人员的压制。在经过身份确认后，发现这名印尼籍的外籍人士签证已经逾期了1年7个月。本队司法小队利用秋节前夕加强辖区内侦缉工作，在昨日下午18时许，那巡经台东县曙光公园时，发现一名外籍人士行迹可疑，那本队立即上前盘查，不料该名外籍人士见状后竟心虚仓皇而逃，那经本队人员追逐百余公尺后啊，顺利将其压制，那经初步判定该名外籍人士恐为逃逸劳工，那经联系台东专勤队实施人别确认后，该名外籍人士签证期限已逾期1年7个月。显见啊，有在台非法打工之余，那后续将其带回本队完成讯问笔录制作。而该名的印尼外籍人士，后续也将交由台东专勤队进行收容以及后续的处置。同时也呼吁切勿聘请非法移工，否则将可能面临最高75万元的罚锾。如果在5年内再违反规定者，将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并科罚金新台币120万元。记者陈继麟台东综合报道。